你确定无等王当初来才采查部吗？唔免啦，阮爸为着要替我找权威的医生，这几天我无啥物困，我无想要增加伊的麻烦。我希望我会当家己先面对现实，不管结果是好还是歹，我会当先调整我的心情，才甲伊讲。看起来我这个心思的压力，我已经得到你的认同啊。天天的身躯顶留的是林家的血，就算你无去拜托伊斗相共，伊嘛无可能放林家唔管。你哪样的？我阿爸，我爸这条是要怎算啊？林妈妈，你亲生的老母。张振华今麦去用同济吧，永兴医院今麦这个大款，嘛应该交转去王家，所以林志明只好可能今麦趁这个机会到王彦希合作，这嘛不是无可能，而且。那已经对林志明出手伤侪，伊早就跌掉。对咱即摆来对王爷谢志明提出建议。你这残啦！你当初为心肝宝贝，你讲伊心头的话，当作是你家己的。我要让你吼后世人吼，拢苦在人啊内底好好反省。就算讲过去捌做唔对代志，啊，不过伊已经知影伊，伊嘛已经反省。不定过去阮爸所做的代志，都无做我来担。你挂记者，这就是你做的。